如今的氏族还如当年般疯狂吗？开礼。上梁郡主及笄。你以为如今的天下还如当年般那样太平？攻城！阿呜只想和相爱之人在一起。阿呜，当日如是，此生如是。还不死心吗？他不配你喜欢。别跑！你是我的王妃，是与我共赴生死的女人。小琪，怎么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不明白？领手的将士们，杀！杀！我守护的不是你身后的王，是天下安宁。今日我们该做的是守护着世间的秩序，这才是天下大道。